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奈士工作室，我是贾库。如果你的 MacBook 还有 SD 卡槽的话，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不管你怎么弄，电脑就是读不到你的记忆卡，连图示都不会显示的状况。其实这种情况多半是 SD 卡槽里面卡了太多灰尘，不管你是没有在用或者几乎都用读卡机，开放式的卡槽设计难免都会需要清洁。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如何简单的清洁 MacBook 的 SD 卡槽。首先我们先把电脑关机，准备一张厨房用的餐巾纸，记得千万不要用卫生纸，如果你不想要把卡槽弄的都是卫生纸屑的话。接着把餐巾纸剪成条状，宽度大概跟记忆卡一样宽就行了，然后把它包覆在记忆卡上。挤一点酒精在上面，有网友用玻璃清洁剂，我自己是觉得用酒精好一点，毕竟比较容易挥发掉。把上了酒精的餐巾纸连同记忆卡插进卡槽，然后单独先将记忆卡拔出，再取出餐巾纸，这时候你就能看到卡在餐巾纸上的灰尘。重复这个动作两三次，打开电源，把 SD 卡插好，这时候 MacBook 就能正常读取你的记忆卡了。如果你也有相同的状况，不妨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清洁一下哦。
好了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支影片，奈氏工作室，我们下次见。